三句分里面，我们读《师徒行传》第七章第39到53节。阿门。《师徒行传》第七章第39到53节，我们的祖宗不可曾听从反弃，觉他心里归向埃及，对亚伦说：“你且为我们造些神像，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找了什么事。那时他们造了一个牛犊，又拿祭物献给无限给那像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神就转脸不顾，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二月星辰，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说：“以色列家啊，你们40年间在旷野，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你们还这么弱的账目和离翻神的信，就是你们所早为要敬拜的赏银子，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外去。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柜的账目是神吩咐摩西叫他照所看见的样式做的。这账目我们的祖宗上继承受当神在他们面前赶取外邦人去的时候，他们同月初亚把账目搬进承受为业之地，尺寸较大，为的儿子大卫在神面前蒙恩，祈求为雅各的神与悖举所却是所罗门为神造成殿宇，其实至高者并不居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就说前世我的座位，地是我的教凳，你们要为
我昭和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一个一切啊，不都是我所造的吗？你们这引着经上心与耳未受给你割礼的人，尝试抗拒神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那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呢，一家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哪一则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阿门。哈利路亚。所以呢，我们给这个题目是什么题目啊？这个题目是“天堂是我的宝座”，就是神说的。阿门，阿肋路亚。所以呢，我们再读一遍第39节啊。39节这个说怎样子呢？39节啊，我们的祖宗不曾听从，放弃，觉他心里归向埃及。阿门。神已经让我帮助那些希伯来人离开埃及。对，斯蒂芬，和对以色列人，那些人离开埃及，斯蒂芬要说他们是我们的父亲们，是我们的父亲们，但是全部神的奇迹，他们已经看到，然后他们看到所有哪个国家，以色列的国家离开埃及，但是他们很快的忘记的。然后我们能够说，他们也忘记或者无视他们的领袖。然后他们自己的神代替他说，代替他说，我们看看，在这里说，当摩西在山上与神交谈得到神的诫命要
带给以色列人的时候，人们把它从他们身边推开，他们不听从他，就把摩西从他们身边推开，所以呢，他们的心性，要回来埃及呢，回来那些不好的事情，但是他们埃及地的生活比那个旷野比较好，但是他们要回来努力着一种精神，努力着这个完全不好啊！不要看看神。看看那些奇迹，神已经做过的。如果的话，他们听到神通过摩西那个先知，他们能够，哈利路亚，他们能够做什么呢？我们想想，他们会受到比他们所得到的更大的祝福啊，更大的祝福啦、啊！所有的奇迹，神已经给他们看，应该放那些的事情带到他们的信心，所有他们的生活中，但是我们能够看看他们在旷野不那么多短不那么长的时间，然后那些事情神已经做的。离开他们的信心，这个完全不好啊！摩西他去山上，过了40天在那边，40天他们忘记了摩西，他们说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跟哪个人摩西。然后他们忘记了神的很好的活动，在埃及的前很多的奇迹，所以呢，摩西在山上过了40天在那边，那些以色列人很快的不够了40天，因为他们开始40天之间的时间，然后忘记了摩西，忘记了他们自己的神。但是他们做什么呢？他们换他们自己的信心，他们不看神，他们的信心回来埃及的话，所以呢，斯蒂芬这样子说过，所以呢，我们能够说这样子呢，阿门，我们能够说斯蒂芬一定通过教导
明白埃及是。罪恶的详情，将他们的心再次转向埃及，就像转向罪恶病原理人一样。所以呢，我们在读40节，使徒行传第七章40节说，对亚伦说：“你且为我们造些神像，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去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什么事？阿门。亚伦是谁？他是摩西的哥哥。那些亚伦是摩西的哥哥，他听到以色列人的声音，然后他服从了他们的什么？我们能够说他们的。嗓音就是不好的嗓音，因为他们想过回去埃及的想法，跟其他的想法，这个有一点难明白，为什么亚伦听到？以色列人的声音和服从他们，没有服从神，在那个时候。但是，长期来在圣经里面，我们读哪个故事？亚伦，他没有问题跟摩西跟神，没有问题呀。这个完全不好啊！一个人要上，如果他教训人类，一个人能够说，如果一个他自己亚伦，如果他教训人类，以色列人的人类，不要这样子做。等等，摩西要回来啊！但是他没有这样子做呢。可能那些人已经是完全不好，然后可以说，也许受到了一点来自人的威胁。而且看他只是一个人，他无法真正保护自己。但无论如何，神与他同在。我觉得他没有神那么好。他能够影响了他们，回到神的面前，不要想其他的神啊。但是，但是我们可以说，迫于迫。
与压力，他必须让人民成为神，他就这么做了。神知道他自己的想法和哪个情况。为什么神没有什么？没有惩治他？为什么？好像是神要教训人类。不要做那些人要计划做，好像如果一个人，然后是想要做一些为了神，敌人就是撒旦。有一个计划。我们可以说，人要服从神，就是神的计划。他去了那个道，神的道，但是这些计划遭到反对。所以呢，我们看看摩西去神像，他这个是神的计划，为了全部的以色列的国家，所以神可以教训他们他的话，但是在神像。哪个敌人就是撒旦？他们他放在他们的脑子不一样的想法，就是魔神离开，我们不知道他在哪里呀、这个魔神不知道在哪个地方去过。我们需要啥呢？你做了什么？所以呢，他们不知道哪个摩西在哪里呀、然后发生什么？为了他发生什么？有一件事，神灵教我们是：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耐心，耐心是很难找到啊，在这个世界，因为我们要一些事情，所以很快的收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应该知道。如果我们要一些事情，一件事，我们需要很多耐心。阿门。这个耐心从哪里来？我们知道，那个耐心从神来了。阿门。所以呢，那个神经。多长的时间，人类在写着，然后放它在一个圣经中，然后给其他的人，在他们自己的文化，在他们的自己的话语。可以说，语言不是很快的，
哪个？是很长的时间啊。但是今天我们可以读这个圣经在我们自己的语言，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旧约、新约、神领下来，耶稣的生活中，他已经死了，为了我们。我们可以看得到，读全部。所以呢，我觉得神要我们读他的圣经，他的话语和可以读。我们需要干什么？阿门。然后我们可以想想，以色列人应该有更多的耐心，但是我们知道埃及的哪个人命令他们没有那么多的耐心。埃及将攻他们，哼，没有什么，没有耐心。他们说很快做的，应该很快做的。如果没有很快做的，我要打你们。所以呢，可能以色列人他们的想法是一样，他们的耐心变强了一段。无论如何，我们能够说神，他是很耐心。更多的耐心是跟神在一起，比那些埃及人。当然了，但是神不要他们做那些其他的选择。因为神要教他们有一位神，他是那些一位神，但是他们摩西在身上的时候，他们做了其他的神呢？哼，神跟摩西在身上说话。有一位神，但是以色列人在山下，他们在说：“亚伦，你要给我们其他的神呐、啊，要做其他的神。”他没有等时间，他做的其他的神就是。什么事情啊？他做的金牛牛犊，我不明白为什么亚伦这样子做过。然后以色列人他们说：“啊，这个神啊！”是一个不好的神，我们服从其他的神。他们要其他的神，神他们可以看得到。神，哪个神可以做过跟他们自己的手啊？
那些像跟其他的国家一样的。无论如何，我们知道神是唯一的，没有其他的。然后不看得见神，因为他在那里，他在全部的地方。然后他们在要求亚伦做其他的事。这个是什么意思？没有一位神，这个不是好的。亚伦应该悔改啊！那些以色列人也要悔改。如果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必须做他们自己的神呢，他们不是神，因为不走路，不看见，不回答问题啊，不回答人类之。做神崇拜，但是渐渐的，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在做一个东西是撒旦的，就是敌人的事情。敌人的是撒旦的，不是为了他们的好处，为了他们的灵魂的好处，是给什么权柄给他们自己的敌人。权柄，所以那些敌人就是撒旦，能够破坏他们的灵魂，这个完全不好啊！我们读41节啊，41节说，那是他们造了一个牛犊。又拿祭物献给那向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不好做的。为什么他们做过那个其他的神？为什么呢？金牛犊的诞生是相当不行的，完全不好啊！圣经我们读，圣经叫他什么？圣经说这个是。偶像，偶像不要在以色列中，不要在人类崇拜真正的神的的中间呢。这是第一个时间，那些。以色列人已经做什么呢？我们能够说，我们能够说，他们崇拜偶像，就是他们自己的活动，但是哪个？
偶像不是简简单的选，是什么？我们能够说是偶像，不是简简单的。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方法雅论。好像过去的话，可以变成他们自己的想法。要说弟兄们，不要这样子说错，因为有一位神，他很生气，如果我们做其他的神啊。然后我不相信他们，那些以色列人，啊，威胁亚伦做的那个其他的神。然后我们知道神不是不要那个以色列人。看得到和崇拜那个其他的神，因为没有其他的神，有一位神就是神自己。今天我们知道他是耶稣，但是为什么亚伦这样子做呢？哼哼，为什么呢？我们应该在天堂告诉他为什么这样子做呢？然而，亚伦似乎并没有做出任何大惊小怪或努力阻止以色列人做他们计划做的事。至少可以说，这令人震惊。摩西在神上，他学习从神学习。如果一个人要给。如果一个人想向神献祭，要要给那个什么？哪个献祭为了神？应该给神哪个？阿门。阿门。阿门，路亚。好的，我们能够说这样子呢？摩西在山上了解到，人和向其他神献祭的人都应该被毁灭，然后就在山下人们。正在向亚伦所造的金牛犊祭司，所以那些献祭金牛犊的人已经注定了他们的命运，因为他们将受到审
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似乎不乐意向偶像献祭，但他们却乐意。这就像在神面前做这件事一样，过去这样的事实多么卑鄙呀！当然，摩西从山上回来之前是看不到的，当神是无所不在的，他说了一切。也许以色列人不知道神过去和现在都是无所不在的，那些没有神话语的人，必然会做出错误的判断。然而，制作偶像并向其献祭，在当时是神不会宽恕的，将会受到提醒，阿门。我们再读42节啊，42节说这样子呢，神就尊软不顾人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说，以色列家啊，你们是10年艰苦在旷野，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相给我吗？所以呢，摩西在旷野已经教训他们怎么给神那些献祭。阿肋路亚。将神献祭，阿门。正确的方法，如果他们做过正确的方法，当摩西在那个时候，他能够看看他们做了很好的。根据神的计划，当他们到了那些加仑，我们可以说肋骨，就是神允许给亚伯拉罕地方。Amen。然而有一些法官在他们的身上，有时候，有一些王不要从神，就是。其他的人类可能服从那些王，
没有服从神自己呀，所以呢，他们还是崇拜了其他的神，就是不好的。所以呢，斯蒂芬他说是什么？他们还是做什么呢？也就是说，斯蒂芬在此描述为天上的巨人，在先知的树，他们在服从神。摩西就在那个地方的时间的时候，但是以色列人做过很不好的错误，所以呢，我们能够说几案子呢？阿门，路亚。我们能够说，所以从埃及出来的那一代人，都是在旷野了，唯有加勒和约书亚对神忠心，摩西还只是他们在旷野向神献祭，他们按照摩西认为符合神指示的方式，忠实地做了。然而，在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之后，他们在摩些之后就被离了神，并释放天上的晚上。阿门。所以呢，我们在读43节啊，43节说，你们抬这摩洛的帐幕和黎番神的信，就是你们所造为要敬拜的像，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外去。阿门。所以呢，斯蒂芬这样子给他们说话，他说有一些选择，以色列的选择是完全不好啊，因为他们没有服从神，一件事的。以后，一件事件的以后，他们转向摩洛克，其他的神，我们能够说这样子呢？就在英白客全书记载，以色列人在两位国王统治期间转向了摩洛亚哈
斯和马拿西，以色列的两位邪恶国王，他们将自己的孩子献给了摩洛神，人凡一些资源之上，如今还有一些资源保命，他可能是古埃及人崇拜的某个神，这意味着以色列人仍然保留了人凡的想法，并练习崇拜人凡，而不是给予他当神其次将他们从埃及的权势下拯救出来，是要经摆谈。阿门。所以呢，斯蒂芬他说，他要跟随那些神、人法和和那些摩洛河。这个不是好的活动，做的不是好的事情，但是他们做他们在走路，他们在走哪个路？是完全不好的路。然后，斯蒂芬要给他们听他们自己的父亲们已经变成没有服从神自己正确的路口，而且呢，他们自己。斯蒂芬已经给他们对那些对话，他说他们已经做过差不多，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了，他是基督，但是他们没有接受他，然后他们杀死了基督啊，就是。什么？他是谁？他是他们自己的神，但是他们没有服从真正的神，因为如果他们服从真正的神，他们接受耶稣基督，但是他们放他在十字架上，就是完全不好啊。他们杀死了神自己，可以说，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以恩的神给摩西命令，他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当人类。我们读44节啊，44节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耶和华跪的帐幕是神吩咐摩西叫他叫所看见的样式做的，所以呢，在这里是地方。
我关于那些人没有想过好，因为摩西之后给以色列人正确的方法、正确的路口，怎么崇拜真正的神和接受永远的生命，就是父亲们，像他说一样，他们有一个神的庇护在旷野的时候。然后，他们接受了那个计划，是神自己的计划，做什么呢？旷野，因为这是神通过摩西指定的，摩西要按照他所看到的方式，建造那个会幕，以便以色列人以这种方式，这正确的敬拜神。所以呢，全部摩西接受从神来了，是人类应该放他们的眼睛在他，因为他是怎么过？我应该崇拜神怎么样？神已经告诉他们，所以呢，他们知道正确的路口应该赞美主，因为这个地方是最好的，是正确的。阿里路亚，所以呢，我们知道，偶像不是好的事。我们能够说，他们被命令不可侍奉。也想，阿门。我们读45节啊，45节说，这帐幕我们的祖宗长期长寿，当人在他们面前赶去外邦人去的时候。他们同耶稣亚把了帐幕搬进长寿伟业之地，直从到大位的日子。在这里，哪个话耶稣是用过？但是是地方，他要他指的是，指的是约束。也
行，阿门，阿门，路也就是此时无解啊。耶稣亚，耶稣亚，耶稣亚，阿门。所以呢，哪个地方神给以色列人是哪个地方？我们能够说这个地方是，迦南地，迦南地，但是神给以色列人，外邦人已经就在那个地方之前，当然是后来，斯蒂芬和那些人在听见斯蒂芬的对话，他们的。啊，父亲们已经到了和来到了哪个地方？因为神用以色列人，神去除了他。他确实是用了以色列人来对抗外邦人，他打到直到大卫时代，这位国王一直有一颗追。随神的信，阿门。所以呢，我们读第四十六节啊，第四十六节说，大卫在神面前蒙恩，祈求为雅各的，神也被居所。阿门。阿门。路亚。所以呢，大卫他有为了神一个很好的信心，所以呢，他有心情，建造了一个寺庙在耶路撒冷。无论如何，神不让大卫做的，但是他的儿子。可以做哪个寺庙？他的名字是谁呀、啊？他的儿子他是所罗门，神给他哪个？他神让他做的。阿门，阿门，路亚，阿门。所以呢？大卫在神的前面，神看得到他的信心是完全好的，但是他也做过一个不好的罪，就是什么？我们能够说。他已经杀死了一个人，然后做了其他的罪，就是通奸和谋杀的可怕罪孽，是神所不悦的。所以呢，神不要这样子做呢。
但是，斯蒂芬告诉那些人，他有神的恩惠，他有神的恩惠。但是我们知道，他也，他已经他犯下了可怕的罪孽，可怕的。哼哼，但是，大卫有神的祝福在他的生活中，因为他希望拯救赦免在耶路撒冷，哈利路亚。但是47节啊。47节说，却是所罗门为神造圣殿，好像是所罗门已经拯救了哪个寺庙？第48节啊，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所造的，就如上先知所言，就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和。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阿门，哈利路亚。所以呢，我们能够能够了解这地方要放他的眼睛。在哪个地方？山在哪个地方？定它的存在，山的存在在，我们说，至圣所，但是。后来，我们的肉体就是一个，很是群体，还要住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我们的身体里，阿门。因为他战胜了死亡，阿门。对呢，49节说这样子呢。比如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阿门。
哈利路亚，让自己不能在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全部的身在这个地方，这个不能够做，因为他在争取，他在整个宇宙的。阿门，哈利路亚。但是我们知道，在耶稣有什么神的存在在耶稣里，因为他是谁？他是神自己，所以呢，他的存在在哪个人类的生活中？他的灵就在他的里面，他是神与我们同在。阿门！也我们能够说，我们能够说，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肉身的神。Amen。然后在这里，此地方要换他的做法。在这里51节，你们这应这景象，心与耳未受隔离的人，尝试看就。神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的也怎样？所以呢，他之前给他们一个例句，就是父前面们的例句，但是在这里。这地方改变给一个历史，就是父亲的人，但是他看到了，他们都要选择跟随耶稣基督。但是，看看耶稣基督他们，是完全不好，因为，我们这样子能够说，看看，我们看，哈利路亚。所以呢，就是他说老子说，按照他的观点，他们是因着景象未受隔离的，不是身体上受隔离的，因为他们身体上主受了。隔离，但心里没有受隔离，这要好得多。也就是说，这地方，他们心里没有受隔离，耳朵里也没有受隔离。因此，斯蒂芬提到可以对人的耳朵进行隔离，这意味着他们的耳朵会听到神的话语，主要是斯蒂芬的意思，听到耶稣基神的灵。
他们习惯做的就是行距，它的意思是说，他们一直在狂聚神的灵。他说，他们就像那些反抗摩西和神诫命的祖先，因此在以色列人拒绝服从的历史教训之后，他尖锐的斥责了他们，将他们与不服从和谋杀先知的祖先进行了比较，阿门，阿门。所以呢，我们再读一遍，我们再读52和53节，52和53。那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的错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一则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祭啊义这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所以呢，这地方已经说过关于他们自己的父亲们，但是他们破坏了那些先知，真正的是先知。虽然摩西已经告诉他们，想要讲起来一个先知，好像是摩西一样，但是他们自己的父亲们不听到，因为他们自己破坏和杀死了那些先知，神已经发送他们的父亲们，这地方已经告诉他们，是那些先知他们已经杀死了。然后摩西，告诉他们，他们是哪些人杀死了那些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是谁？我们能够说他是只有一个，阿门。但是他们拒绝了他。所以呢，我们想跟随耶稣基督是那么好，是很好啊，是最好啊！跟随耶稣基督，神祝福你们，阿门。